大队日前受理民众报案遭假投资诈欺案件，经深入追查发现，杨姓范闲等十人创设假的美女 IG 账号，趁机推销虚拟货币的投资。经初步清查，被害人四人损失金额达新台币120余万。全案举行后，依涉嫌组织犯罪移送桃园地检署来侦办。